我是你们小贝萨能散客车女子。棒，约翰出新品了，棉花糖巧克力披萨，你们吃过吗？然后他们那个套餐还有除了披萨以外还有嘎达马西别的好吃的。哎呀，自动羊毛不好，非人哉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够够够，只要168，这个数字最近可太红火了。哦，这好可爱啊。哎，这个饮料你们选，我有人肯定说，那你为什么要让人家选？还有个拼盘啊。哦，我以为是小食拼盘，这么大，我都没吃过这个，这看起来太美了吧，这特别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小姑娘去吃，跟小朋友去吃。先拿一个，这好像是梅子是吧，上面还有蓝莓，这个红色是什么？醋栗。嗯，这是薄脆的饼底，好像真正的披萨就是这样薄脆的饼底，是不是？还有上面是巧克力酱，然后棉花糖有一点点那种草莓的味道，酸甜可口，不齁酸也不齁甜。这薄脆吃起来好像饼干了，是个棉花糖。你有多久没有吃棉花糖了？然后饮料上来后，我才发现这酸甜，感觉瞬间回到了童年。吃饭，它这个棉花糖烤过的，吃起来皮会比较焦一点，不是那种吃完就是贼大一个，吃完了后就捏到一小块那种质感，好吃啊！你们喜欢吃那种厚的、软的、囊的那种饼底，还是那种薄脆饼底？芝士也是薄薄的。他们那个套餐上写的是猪肋排、鱿鱼、黄金虾，先吃一个黄金虾，酥脆可口。里面是有虾的，整颗虾，好酥啊！好可爱啊！小朋友，像我小时候扒着人家的那个窗子门，可就是看人家在里边吃啥的。来，给老铁们抱个头，有微虚是不是？这还是烤的，也是甜咸口的，很入味。有微虚的这个质感绝了，看起来是不是还挺黑暗的？我不应该吃着鱿鱼去给人打招呼，那小朋友快被我吓哭了。这好 Q 啊！猪排试试。我看这个青椒、红椒，想起我上次广州198的那个噩梦。这是骨头的，那姐姐哪里啃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给你们再点一份吧。这玩意儿才168。哎，这玩意儿必须得配蒜呀、啊！这玩意儿必须配蒜。画风竹。我小时候最爱啃骨头，我妈扔给我一个鸡爪，扔给我一个猪蹄儿，我能啃一宿。这个摇摆起来，刚好跟他们店里边音乐对上了。鱿鱼尾巴，这个形状。它不好，还可以外送，你在家也可以点来吃，还吃这糊的可爱的披萨。你看啥哟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来蹲着，我也摆个 pose。好，给你一个巧克力，棉花糖巧克力披萨，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吃，这个不占肚子，没事儿。哎呦，好可爱，可爱可爱可爱，这叫什么？小朋友吃播。啊，第一次碰见我的这个小朋友粉丝是不是？这个看着好美哦，番茄肉酱意面，这个酱真的比意面都要多，卷起来吃更爽。太好了，哇，非静止画面。它这个肉酱意面不辣，番茄好香啊，然后偏酸一点点，不是偏甜口的。这肉酱。吃了面这顿才完整，有没有人超级爱吃意面的？意面吃的主要是这个酱，还有面的这个质感。他家面是偏软一点，你们吃意面喜不喜欢这样卷着吃？还有泡面，
嗯，哎，这酱多到我可以再煮一包意面进去。这俩肉，那是好像酱还有。这个是哦，海螺虾蟹黄，我这里一些给。啊啊，不收。我还没有蘸呢，哇，这个皮咋看着快？好多虾啊！这是青豆是吗？啊，虾仁、鹅卤，还有香肠。嗯，酸甜口的，这个底下主要是菠萝的甜，这就一刮，这不就吃干净了？幸好我们来的这个点没有什么人，不然直接给你俩丢人了。它这个也是薄脆的饼干，薄脆的饼底。嗯。好吃，蘸个这个酱，这不知道什么酱，蛋黄酱呢，是个尖尖。嗯，咸蛋黄沙拉酱。嗯，很好，这后校长也太可爱了吧！辣，这是鸡，川香鸡块。嗯，辣的，这小胖不要吃。后面这些是我们另外加的，我一个人把三十餐干完了，然后给他没得吃了，就加成69块9，一个披萨，一个鸡块啊，一个意面，意面怎么是也是我吃，愧为人杰，快吃快吃，这俩都是你们的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我让你我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送大家一个冻奶茶。不齁甜，好香醇，好喝，开心。你有这样子帮你把小龙虾剥成串的人吗？这样吃真的超级爽。今天我们来吃个小龙虾，小龙虾虾锅到一百毫升水，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黄面皮真香。来吧，姐妹们，我们现在接下来吃麻辣小龙虾，还串了一个小龙虾的串，还搞了一点虾尾。龙虾一家子说：“我谢谢你。”然后搞了一个红油面皮，我们开始吧。Go！ 这个时候就有点两难，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先吃哪个我就很纠结。先来烤串，那种的话，你没有这样吃过吗？嗯，还没给大家看好细节呢，我就给吃没了，炫你嘴里。我不知道这个词儿雅不雅。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，是你们在底下评论说太香了吧，炫我嘴里。我当时觉得好不雅，但我觉得好贴切啊，我也想让人炫我嘴里。哦，你爽吗？我超级爽。来口面皮。哇哦，红油面皮，你们吃过吗？应该没有人没吃过这家的红油面皮吧。好吃，好香！你们吃上了今年第一口虾了吗？虾个头贼大，我今年吃了无数次的小龙虾了，无论是在家里吃，还是在店里吃，还今年把小龙虾的瘾一下过足了，是吧？咱们现在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报复性吃小龙虾？一直吃，一直爽。哎，你吃多了你就知道了。好多虾是真好吃，好多虾是真没味儿。有些虾还软软趴趴的，你看这壳硬硬的，很坚强的那种壳。什么叫很坚强？哎，这个面皮裹了一点点这个小龙虾的汤汁，还挺好吃。剥虾一小时，吃虾一分钟。你这个速度，30秒就没了。这样吃真的超级爽。你有这样子帮你把小龙虾剥成串的人吗？香滚滚。来吧。哎，你们最近在追什么剧啊？我们最近在看那个《重生之门》，看吧，急死了。有人喜欢就是更一集立刻去看，像我就想把它攒着，然后等它更完了我就一口气全看了。你们属于哪种？张欣馋了，你已经开始戴手套了。你们五一去哪儿了？
我估计80%的人都说宅家吧，弹幕统计一下。为什么女生这么爱吃小龙虾？不长肉。好吃不长肉是吧？就是也可以边唠嗑，嗯，然后手还有，嗯，对，不站着手。啊？不站着嘴。不站着嘴。感觉大家吃虾注意力都集中了，都在聊天，没有人再去玩手机了。社交神器小龙虾，没有什么关系是一顿小龙虾拉近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是你的虾点的不够多，吃了一下没了。啊，终于见底了，这99块钱。那是我一会儿要拌面吃的，你一勺就给我点走了。你简直是个魔鬼！你把绿化带快跑了！啊，你管人叫绿化带，来吃口绿化带。嗯，真不错，收工。结尾没说啊，我有亲亲啊。OK，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鱼小鱼点个赞，下次再见。请大家给我可乐。没吃啥东西，剩的，没吃啥东西。